枸杞是许多民众料理养生补品时必备的中药材，而这包由桃园市回春堂出产的顶级枸杞王，被台北市卫生局检验出残留农药杀虫剂菲克利超过法定标准 0.3ppm， 已被勒令下架并且处以罚锾。检出残留农药超标的，依食安法第十五条可以开罚6万到2亿，这没有改善期。另外，同样由桃园回春堂出产的有机红枣，钠含量未以整数标示，不符合规定。同样也遭卫生局要求下架，并且在改正之前不得继续贩卖。就标示的部分，会依照食安法第22条裁处3到300万，那依违规情节给予适当的改善期间。时序进入秋季，天气逐渐转凉，许多民众都会购买中药材来进补。卫生局提醒，在使用或烹调之前，都要先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，再进行烹调，确保清除残余农药，以保障食的安全。台播到台北市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。